哎，对了，我学了一首月灵花的歌谣，唱给你听。月灵花，天上雪，花初开时凋谢，一颗生，一颗灭，一颗生，一颗灭。月初不见花，花开不见月，月灵花不知花已不是月。花开一颗生，花谢一颗灭，花开一生一灭。唱得不错。其实呢，我对这些花花草草不是特别的有兴趣，但是呢，看书上记载说，月灵花呀，这种花只在玉女带上开花。月初不见花，花开不见月，所以每年此时都没有月亮。可传说月灵花，偏偏最想见的呢，就是月光。但是很可惜啊，有情却无缘，岂不更悲伤？莫少，我感觉你跟以往有点不同。有什么不同？我也说不上来，但就感觉让人觉得又陌生又很熟悉，好像这种情景似乎以前也发生过。哎，莫少，你心中可曾有喜欢的女子啊？啊，你不用说我也知道，哼，你喜欢的人定是阿兰惹。花开了，好美啊！月灵花全都开花了。这就是月灵花呀，开得真美。莫少，200多年了，你一直都没有忘记他。这样算来，安兰惹也算没白活。你看，就像这月灵花一样，我们都觉得它很美。之所以它那么的瞩目呢，是因为它是夜空中唯一的色彩，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得到它，所以就会觉得它最美。你还知道什么？其实你心里一直都有它，200多年都没有放下，你主动把其他东西都尘封，它在你心里更加清晰，更加深刻，你也更痛苦。其实呢，除他以外还有很多人合适。有时候我们之所以会如此执念太深，不是不明白，只是不愿意明白而已。只将一个人放进记忆中，有何不妥？其他人有值得我特别注意的必要吗？你这样执着专一着实难得，倒也不是说你有什么不妥，只不过与其这么痛苦地将它放在心中呢，我什么时候痛苦了？你如果不痛苦的话，那你为何不将自己换回来呢？今夜又反常的没怎么跟我说话。其实我最明白这种痛苦的感觉，
这不单单是一般的痛苦，还带着一些甜蜜，这才是最摧折人心的。所以万不可熟视无睹，这种痛直入心间最要命。我觉得你不太明白。敢痛就敢认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做什么这样计较？你说了这么多，可是你说错了，我喜欢的人可不是什么阿兰惹。该不会是我说中了你的心思，你现在恼羞成怒不敢承认了吧？如果我恼羞成怒，那你这么说出来，我岂不是更不能承认？好吧，那你说说你喜欢的那个人是谁，他是怎么样的？我倒不是说是阿兰惹啊，我只不过是关心关心你罢了。很漂亮，长大了会更漂亮，性格也好，也很能干，哪方面都很能干，总之哪里都很好，我挑的自然哪里都很好。哎，长相好，性格好，又能干，怪不得阿兰惹年纪轻轻便魂归离恨天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叫天妒红颜，这等人早早被老天收了，实在怨不得。其实呢，我以前应该也很深很深地喜欢过一个人，我虽不记得他什么样子了，但就是有那种感觉，我应该很爱他，但是却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回应。可能他现在也在后悔，没有早点珍惜罢了。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很高傲的人，不然为什么我每次想起这些事我都会心碎。好了，话也都谢了，我们该回去了，走吧。泽大人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从来没有说自己是你师父。那方才同我聊天的人也是你？